出现不顺，浑身不对劲，推给季节算不算牵拖？天气冷，欲望会大砍。睡衣一万二买三套，你真的好猛，真的，真的。解清楚，秋冬的时候会比较缺乏欲望，对对对对对。到底有没有要帮我分担一点家务事啊？妈妈就是更年期来的，我说你算更年期的，真的，这叫季节性情绪失调，有没有？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